大年初九，欢乐祖屋来了个新住客。小东啊，你人不但很好，煮的菜又这么好吃。小东可是网上当红的美食节目主持人呢。淡淡的胡椒粉粉。我来是要挑战你，跟我比赛炒粿条。炒粿条。你对付上是不是有什么企图？你对得起我啊？你还有我，我想关心你。 妈呀！春天哗啦啦，义乌满堂，汤汤欢乐上映。